纪畅，我不会唱啊。理想再一切都比不上你的微笑。十一月十七号再有人在家，小屋在畅游，风和寒日里，一日还有一针一金。十一月十七号有人在家。这个十一月十七号，我们风和日丽的小屋畅游秋季第二回开始巡演，所以欢迎大家到那个有人在家校园陪伴，谢谢大家，一定要来哦，一定要拥抱。